先但是先不动手声音。
烧鸡翅。用腌制的红烧酱做一个红烧焖肉。煮好水的食材加葱姜，加酱，加水没过食材，开煮饭键即可。红烧鸡翅。中途可以打开，就是如果说不确定要放多少酱的话，可以中途打开看一眼，尝一尝味道，如果觉得淡的话可以中途再加点酱。卤鸡蛋。